All right, Fulo family，不好意思，现在是从未来在跟你们说话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不太喜欢这样跳级，但是我今天实在是没有时间编辑影片，又想要上传影片，想跟你们说的就是我现在到达非洲了。Oh my gosh! Oh my gosh! 给你们看一下，长这个样子。I mean，这个是我住的 hostel。Pretty fancy 啊，还有游泳池，然后那里乒乓桌、撞球桌，那里有一个很奇怪的一个洞，我不知道，但是都是very 大自然的感觉，and 天上的星星好多好多，相机没有办法把它们所有星星都拍出来，但是超级多了哦，那里看得到很多 right，因为这里没有什么 light pollution，所以看得满天都是，so beautiful。Oh my gosh! Oh my gosh! Full family，我终于到达非洲，我已经想来好久好久了。我现在这个国家叫做 Zambia。我这一次来到这里，是因为我在以前几年前玩一个手机游戏，有认识的一个朋友，and 他最近都有在看我的影片啊，我的 Instagram，然后他邀请我来，我就也没有见过他，就直接来了。Such a good choice，好多人跟我讲说要注意安全，然后注意什么，不知道这里到底是长什么样子。我想说我自己过来，然后带给你们分享一下这里到底有什么。这里真的是人好热情，and 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落后。我今天晚上还吃了很好吃的中国料理，明天又要再出去拍更多东西。我想跟你们分享 Africa，你们有没有来过？还有东西要跟你们说，Full Family，今天我是从未来在跟你们说话嘛，因为你们看我的影片，之前的影片都是有编辑过的，然后因为我要编辑时间比较久，如果你有看我的影片，你应该就知道，所以我会越来越 behind，累积了很多。那现在其实是，现在其实是第179天了，I know。好快！我是从12月9号开始，which means 我明天就是我第180天了。It's crazy 我觉得我之后再做一个180天的感想，but 只是想让你们知道，我安全到达非洲了，and 非常非常感动。我今天从飞机第一步踏到地的时候。我整个感动起来，我都几乎，我好像有掉一点眼泪，因为就有点梦想成真，一直很想来这边，终于来到这里了。看这里天气超级超级好了。Oh, I can't wait to share all of this with you, Full Family。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的 Instagram Stories 的话，你可以现在去 at the Curtis，我在那边都会 po 我现实状态，所以你们可以看我当下在哪里。我会尽量分享很多非洲这里的。美，跟他这里的特别的东西，and，我会继续编辑影片。After 明天这个180天挑战之后，我会继续拍影片，我会继续上传。可是我应该，不会是像之前这么的密集的拍，就是之后再跟你们说好了。反正，just wanna let you guys know I'm here，and 我想念你们。好。那我要准备睡觉了，因为明天要出去了。这里有一点时差，我现在播这个影片，其实这里大概是11:24，但是这里慢台湾还有马来西亚那边5个小时，所以现在大概是凌晨4:30吧。所以我有点累，因为时差，所以我的 Instagram Stories 可能也会慢你们5个小时。But 我会尽量跟你们分享。好啦，那我们明天见，I love you guys。谢谢你的谅解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这个是未来在跟你们说话。我之后还会继续再编辑，九会儿，还有又到新加坡，还有到又 back to KL，又到太平，有好多好多影片要跟你们分享。I love you guys，明天见，拜。